这都是中国的儒释道能做到。啊，但是现在大家儒释道没有，完全没有起作用啊。啊，要把儒释道提起来。啊，所以希望宗教能团结。西方把宗教教育提起来，东方把中国传统文化，就是儒释道三家，啊，把它提升上来，在社会上普遍的教化，实在讲不难。我们用电视，用网络，用媒体来教。啊，打开电视，你就能听到这些正法、伦理道德教育、宗教神圣的教育。我相信，半年到一年，这个世界就安定，就收效果了。人是很好教的，人都喜欢行善。都不喜欢走路啊，而是现在价值观改变啊，善恶里的最大的恶、最严重的恶是什么？现在犯的人很多。第一个是邪淫，第二个是堕胎，这个罪业会叫这个世界毁灭啊！联合国卫生组织统计，每一天邪淫堕胎的有多少人？就杀人。杀谁？杀自己的儿女啊！一天有多少？超过150,000，每年超过5,000,000人。这是什么？医院里的有记录的，还没有记录的，一定还有很多。太可怕了！啊，在佛经上给我们讲的时候。佛说的，犯这种罪业的时候，这是最严重的，堕无间地狱。你能把整个世界的社会摧毁，这个问题严重啊！没有人讲啊，啊，没有人教啊。啊，女孩子走出外面玩的时候，穿着暴露，暴露，什么罪？地狱罪。啊，如果要了解的话的时候，不能这样做法。标准的服装，看中国旧时候的服装，你们在京剧舞台上都看到，啊。他只露个面孔，啊，手是露一半，这露一半，他不会完全给你看到，啊，现在只有伊斯兰妇女不错，头包身上裹得紧紧，啊，这个天主教、基督教的修女服装合格，其他的都不合格。这个不能不知道，希望我们齐心动念，言语造作都能帮助这个社会，利益这个社会，不要破坏社会啊，要帮助伦理道德、因果教育的弘扬，不要产生障碍，更不容许发生负面啊，让人家错误的思想，这不可以。
要从我们自己做起，不要要求别人，从自己做起，慢慢影响我们近邻邻居。他们看了几天，你怎么穿的这样子？这样不堕地狱，这样上天堂啊？这个透露的时候，那是魔鬼的服装，妖魔鬼怪的服装，这是神圣的服装，不一样。我们要走神圣，不要走地狱。一切要从自己做起，思想纯正。言语不但不妄语，决定不可以两舌。两舌是挑拨是非，不绮语，花言巧语，欺骗众生，也不可以。现在这些戒律通通都破了啊，而且严重的破了啊，造成今天社会动乱。我们学佛的同学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同学，使命是非常神圣的，是非常伟大的。我们一定要做。如果我们不提倡，我们不努力地去做，将来典籍存在，古书存在，没有人会读啊，没有人依教奉行啊，那这个文化还是会毁灭。中国文化要是灭掉，在这个世界上灭掉，我们这一代人是罪人。我们是最后一班车，以下面没有了。所以我们现在非常着急，希望办汉学院，培养学习汉字，学习文言文，学习古文的这样的老师，能够有几十个老师，几百个老师，就不会失传。他们有使命来教下一代，自己我们自己接受上一代祖宗东西，在我们身上尽可能的发扬光大，再传给下一代，这就对了。这是圣经。有人告诉我，有法师，如果你坚持你这个愿望，你要一定做这个，他说你可以活到150岁啊。好不好？不好，累死了。我只希望说很快就有人接班了，我们就可以到极乐世界去。这个世界不要住那么多人，我希望住100岁就够了，再给我10年，我帮助大家把根扎下去，就可以了。同心，好，现在12点钟，希望我们同学，金宗同学，不但我们要学佛，我们自己目标是在极乐世界，对这个世间人间天上没有留念，这个重要。我们要帮助多余生，要帮助这个中国传统文化，要帮助它保存下来，发扬光大，希望30年后中国传统文化普遍在全世界落实，这个世界就有救。地球上太平盛世，我估计是1000年。1000年，这人有福啊！我们帮助协助大家，谢谢大家。